智慧港口的建设成效显著，港口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、生产运营和对外服务智慧化的水平不断提升，先后建成了厦门、远海、青岛、前湾等49座自动化码头。我国自动化码头的应用规模、作业效率、技术水平总体位居世界的前列，在自动化码头也推进自动导向车等技术在港口等产站枢纽的应用，以上海洋山4期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为例，所需的人工数量比同量级的传统码头减少约70%，码头作业效率远超传统的码头。